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优视焦点新闻，我是王庆伟。首先来看头条新闻，伊波拉入境，香港人恐慌。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十号出现首宗疑似伊波拉病毒个案，一名奈及利亚籍男子七号由来自爆发病毒的奈及利亚经过杜拜来到香港，入住两天后出现腹泻呕吐症状，经过检验后是虚惊一场，但是香港已经加强戒备。乌伦大壁画落成，展现移民史。乌伦社区复兴计划八号为华埠停车场壁画举行第一阶段落成典礼，已经完成的三面大型壁画中，有一面全部为华裔移民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体现美国的多元文化。邵阳宣布参选 Fremont 学区委员。拥有哈佛生化科技博士的邵阳周末宣布再度参选 Fremont 学区委员。邵阳表示，他在不同的理事会中有管理过数百万经费预算的经验。邵阳相信，以他的背景和经验，可以协助学区面对教育经费不足、校舍老旧等问题，找出解决经费问题的方案。华体会九号举行运动大会，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2014年运动大会九号上午在联合市开幕，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激荡，放飞希望，共有100多支队伍，包括新近成立的优视频道 U Channel、 硅谷华人协会、社区共进会等参加开幕分列式。开幕式中表演了百人太极拳，并有运动员点圣火。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在开幕式中致辞，湾区各民选官员及学区委员也来颁证贺状。华体会当天同时举行了田径、排球、足球、赛跑、武术等各项比赛。华艺社年度公演《武林外传》，华艺剧社将于本周末16、17号两天演出3场经典古装武侠话剧《武林外传》，由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林宏彤导演，将融入舞蹈、京剧、方言等不同现代元素，并且有许多超出想象力的搞笑桥段。演出详情及订票请看 www 华语 .org。 谢谢收看这一集的优视焦点新闻。